现在这个样子，你终于满意了？我是来及时清除的。及时什么？我承认那是我设计的陷阱，只是想刺激他回忆起来。而且我昨晚已经不想报复可儿了，但我没想到他那么快就找过去了。老温。 对不起啊，小周，你来啦，谢谢你，小周。可儿，其实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救了我。